欢迎收看第六季的《狗屎选手》。耶，终于轮到我主持了。你根本没有开心吧？也对啊，因为这一集来宾太危险了，没有人敢碰啊。啊，我们现在跑还来得及吗？来不及啦！已经答应了，没法跑了。各位观众，你也身不由己吗？那你需要 Defi 是全世界最多人使用的免费代跑 APP， 一天可以帮你代跑超过200公里。现在还新推出了隐蔽模式，让你在代跑的同时不怕被发现，更不会被延上。工作太忙，没时间，没办法到处跑的你，再也不用烦恼了。赶快去下载 Defi。欢迎收看《狗屎选手》，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蚁人。好，大家好，我是 Leo A K A 圈面蚁人。听说是你主动跟曾博文说想来上这个节目是吗？就那时候是尾牙吧，然后后来讲了什么我就忘记了。为什么忘记？因为太多人都说，我开车，然后我就要喝。那你完全就是一个喝醉之后做错的决定是吗？我也蛮喜欢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敢邀请我。自己也平常很常开自己地狱梗的玩笑，对不对？自己开是最高级的幽默。哇！那你觉得我们今天有可能比你地狱吗？我怕你们做不到。哇塞！哇，很像。那我们就来看蚁人的表现。让我们欢迎 YouTuber 蚁人。嗨，大家好，我是蚁人。沙漠是一盘子，我身体就少一半。萨诺是一坛子，我身体就少了一半。哇！我现在真的很紧张哎。哇！我现在真的很紧张哎。现在有点脚软，我是脚弱生物。现在有点脚软，我是脚弱生物。听说这里讯号不好。听说这里讯号不好。反正我没感觉到 lag 了。反正我没感觉到 lag 了。车祸后很多人都怕我不能工作了。车祸后很多人都怕我不能工作了。拜托，上班本来就坐着。拜托，上班本来就坐着。刚刚麦当劳一堆人排队。刚刚麦当劳一堆人排队。笑死，我都买得来速。笑死，我都买得来速哎。我挑战过多项运动。我挑战过多项运动。Nike 应该找我代言。Nike 应该找我代言。Just do it。做就对了 ，Just do it， 做就对了。孔子的话叫《论语》。孔子的话叫《论语》。我做的叫《论语》。我做的叫《论语》。我有非常多坐轮椅的朋友。我有非常多坐轮椅的朋友。我很在乎人际关系。我很在乎人际关系。我都在轮椅上打手枪。我都在轮椅上打手枪。我喜欢福伦社。我喜欢福伦社。我女友喜欢看我抽烟。我女友喜欢看我抽烟。她说我吐烟的时候很像汤马士小火车。她说我吐烟的时候很像汤马士小火车。我最近开了一间彩券行。我最近开了一间彩券行。我很爱玩刮刮乐。我也爱玩刮刮乐。我都刮挡住我的车子。我都刮挡住我的车子。我每次在路上都撞到一堆障碍物。我每次在路上都撞到一堆障碍物。妈的，我是扫地机器人吗？妈的，我是扫地机器人吗？记者问我妈怎么看我。记者问我妈怎么看我。我妈都会很骄傲的说。我妈都会很骄傲的说。她是我推的孩子。她是我推的孩子。家人的爱让我改变了。受伤之后，家人的爱让我改变了。以前我都把家当旅馆。以前我都把家当旅馆。现在停车场。现在停车场。很多人会问我。很多人会问我。当初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当初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我说，总之不是用脚。我说，总之不是用脚。我跟萧煌奇老师都爱讲自己的地狱梗。我跟萧煌奇老师都爱讲自己的地狱梗。我今天就正式邀请老师来跟我组个漫才团体。我今天就正式邀请老师来跟我组一个漫才团体，名字就叫做软脚虾。软脚虾。谢谢大家，我是蚁人，拜拜。哇哦！
玩得有开心吗？你觉得好玩吗？我觉得蛮好玩的、啊。你觉得蛮好玩的？那 你有觉得我们刚刚的过程里面有任何一个笑话是你讲起来觉得有点嘴软的吗？觉得还可以再刺激一点。真的，你反而觉得我们尺度太小这样子。嗯，像我们今天讲的一些笑话，或是你自己平常也会开自己一些地狱梗的玩笑嘛？那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这东西有一点敏感，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我觉得太刻意，就是反而会增加坐轮椅跟资源的那个距离。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喜剧圈，都还是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哎，可以公平的被当作开玩笑的对象，在不是歧视的前提之下，这其实也都是一种权利。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碰触那个人的话，某种时候其实才是一种在歧视他。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觉得。我会希望这个社会可以更共融，而不是说你坐轮椅就是坐轮椅的世界，然后职员就是职员的世界。我相信，不管是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奋斗过来，女权嘛，黑人嘛，到现在同志，我希望下一个就是生长议题嘛。大家不会再把坐轮椅的人跟正常人看成不一样，然后就会觉得这是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今天讲这些笑话有这种感觉吗？我觉得可以，大家反应很好、欸。大家非常喜欢。如果你下一次还要再来的话，你有的兴趣吗？我觉得有啊。哦，好，那这样好不好？你干脆就真的下一次跟我们萧煌奇老师一起来，怎么样？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他们漫才的表演。